第十七题，聚苯乙烯 PS 材质的保育笼与聚氯乙烯 PVC 材质的塑胶容器都含有下列哪一种元素？我们知道聚苯乙烯跟聚氯乙烯都是所谓的有机化合物，有机化合物就是所谓的含碳的化合物。所以第十题我们说聚苯乙烯跟聚氯乙烯都含有下列哪一种元素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、C、碳，都含有碳元素。